是吧？嗯，脸都成黑人了。那不知搁那关多少天了。这不也偷亲人吗？把那个他对象扑倒了。其实杨哥他都是这样，他有的有个小孩他都想上去问，而且哈士奇本身就那种比较哎比较活跃那种状态，不吃了还吃吧，他吃会儿停了，吃会儿停了，他看人家都是那揍的太多了，那这不知道揍多少会儿。你这脖子都累出来的，你累到累着吗？累到了，嗯，这黑了都行。这有个绳啊，还有个绳啊。嗯，把那个绳子给解掉。那一直以为都翻那个链子了，他可能怕翻那个链子，这个绳不结实，挣断了。有可能是挣断了，我觉得。你看这边。嗯，又用着链子弄的。看看看脖子那有勒破的什么吗？你看那性感也怪好呀。嗯。你看，我看了，这个勒这条痕是，我感觉是，这边怪紧。都是啊，他应该就是他那个，因为狗比咱人那个。人有那个那种感觉，就是说孕妇怀孕了嘛，可能人不就有很多，就是说那个，你有的时候你主人怀孕了，然后没到检查，不知道狗狗都知道吗？这个人在这上揍的，硬揍揍的那种性格。那给我。你看多欢啊！那性格也挺好呀，你看。都是啊。本身哈士奇它就是在那，比较活泼，活动量比较大，精力旺盛。嗯。
修。得修啊，都是喜欢这个事儿的，都是什么性格啊？不知道什么样的鞋帮，但是我估计搁家还没给洗过。哎，洗澡就好好的。那只要能让洗，我都怕到时候他不让洗你。